美军的生意的时代北投啊，嗯，他有一些那个试医生，就是讲说那个咱台湾话叫探假，知不？嗯，他们要经常要从假饭店到乙饭店，或者从家里要出去到哪里，他们当然坐计程车也可以啦，但是有些人要省钱要取方便，因为北投多山，巷道窄小，所以说他们就用摩托车来载，大概这几位先生都是他那个来载，他们就把他载到他们送到指定的地点，他要买菜也帮他买，他要办事也帮他，了解为止。他这就是见识难送啊。啊，现在都有规定体重吗？像你那么胖的就不行，只是会爬不上去而已。会掉下来吗？我们不要。